哦，你们到底在休眠舱里边干了什么？些什么？小贺同学，早安。小贺同学，晚安。我想你一定很忙，所以只用看前三个字就好。贺同学，我是你的小八同学。是我的爱情，爱上一个人有什么错的？有了爱情，有了，你跟他是爱情。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七点那个舱门打开的时候，他会隔着那个舱门向我耍宝，就会让我的心率加快。俩在恋爱咯，是我偷偷练习，想给他说的好听一点，所以我拿录音笔录下来了。求你告诉我是你一厢情愿，你说话呀。几点去的？7:20的时候去的。我想你一定很忙。哦，来这跟我玩这些是吧？你们俩。我是那个小八同学对面那个汤的机器人嘛，所以说每次一醒来，我都会第一眼看到小八同学的样子。久而久之其实就被美套了，所以呢我就产生了爱慕之情，美出了人类的情感。对，然后呢就展开了追求，然后就每天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的时候，7点到7点半的时候，我就一直黏着小八同学。哎，小八同学就跟我恋爱了。小贺同学早安。小贺同学晚安。发给了小金同学。渣男，真的是渣男。哇，真是了不起啊。啊，渣男。他只是过客。我还在这里伤感，我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感。男美女，两个女孩一块蹲蹲吗？还有这个逻辑在里面。如果到时候只能带一个走，你会丢下谁？这还有选吗？那你是两个人，那你一个人啊？对呀、啊，你的是谁的？你的。你的是谁的？你的。我的啊，对你的。你怎么眼里只有他呀？那不然呢？那不然呢？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